9月14日上午，有网友晒出疑似靳东在朋友圈发文的截图，喜获二胎。靳东朋友圈发文2017912，我的宝贝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愿你永远健康快乐，伟大的母亲永远开心美丽。随后记者向靳东的经纪人证实了这个消息，并且工作人员称李家二胎生下的依旧是儿子，刚出生体重就有8斤多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靳东前段时间也不太好过，被全网营销号通搞黑，就连毒舌金星也跟他掀起骂战，现在得了二胎，希望能够冲淡前段时间的坏心情。之前他曝光了大儿子的照片，从侧脸就能看出大儿子完美的继承了他的颜值，小小年纪睫毛已经逆天，希望小儿子也能跟他爸爸一样帅。网友纷纷表示恭喜恭喜，祝福东哥家嫂生活是自己的，不要被黑子左右。